今天找出这些东西来，你见过这是什么吗？这是大约在二三十年前，电信和联通充值卡，手机可以充值。具体怎么用的我还真忘了，好像是有一个密码在后面，输上密码，对，像这个中国移动密码截止有2005年了，2005年，这不也挺早的吗？哦，这只要是插进去的。插进去这样，50+3，中国移动。这样的，我想着好像就是这个咋用的？电话机可能是。呵呵，有谁见过它？还记得怎么用吗？我都是快忘了。我知道后面这个是充值的。这个插的就忘记是怎么回事了，像邮票一样。